极乐世界的人了解真相，你对世间的东西不会污染。就像现在给你几万黄金，你都不会污染，那个东西只是暂时的方便。你不会被这个世间多少钱、多少权力、多少爱情所拉住的。你知道有钱不错，可以把佛法山盖好，可以做很多善事，但是没钱也无所谓。但是你不会因为有钱而心脏快跳出来的，很紧张，也因为钱不见了而觉得很伤心。所以各位你要了解，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啊？原来我的心呢有烦恼、脆弱，所以我要修行，我要念佛。我要打坐，我要持咒。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撒一些米给那些鸟吃，你心情会变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开始去慈悲，这也是转化心情最快的方法。所以现在美国正在火烧山啊，然后呢，很多人往生啊，动物往生啊，然后你要想这个事情，所以你就点一支香，把你这个香融入到整个烟里面，让这个烟变成一种功德，可以。啊，你就洒几滴水。昨天讲学观音菩萨，把这个水往天空洒，观音菩萨加持，这个水会滴到火灾的地方，让它赶快灭火，好不好啊？把我们的功德来，功德回向，三宝加持，风神雨神，赶快降雨。Oh my god！ 既然得说好，要请孔雀明王。孔雀明王是他是负责祈下雨。或是不下雨的，或请观音菩萨也可以念一下嗡，嘟灵嘟灵，加嘟灵，说哈，这个就是下雨的声音，叫观音甘露咒，嗡嘟灵嘟灵，加嘟灵，说哈，啊，就是观想观音菩萨在空中，念一下南无大悲观音菩萨，嗡嘟灵嘟灵，加嘟灵，说哈，嗡嘟灵嘟灵。加嘟林说哈，嗡嘟林嘟林，加嘟林说哈。那各位常念，本来在三个月才要下雨，念一念变成三个礼拜就下雨了，再努力念变成三天就下雨了。这个要创造因缘啊，所以各位呢，你要创造因缘，你不可能说我们今天念完，等一下就下雨，那还真厉害啊，搞不好有可能的。如果各位发菩提心，搞不好还没念就下雨了。啊，心可不可以改变世界？可以的，这是佛给我们讲的最好的真理。所以心可以改变一切。你得癌症了，你不要伤心，你有惭愧心，又发起一个悲心啊，要为众生修行，你癌细胞会不会改变？就改变了啊。所以心改变，业报就改变。心清净，世界业报众生就清净。但是如果你一直很烦恼，一直很有压力，你就加速你的癌细胞。所以各位永远要记住啊，这个人在生病，你不要再给他压力了，多给他快乐，多讲一些让他心里能够放下的慈悲的，他的细胞就改变了。所以改变对方你要用心，而且加上佛的力量。所以再讲一次，这个世间用三种力量改变一切，念一下。佛力、智力、法力，就是佛菩萨的力量。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供养佛，叫佛力。再来智力呢？智力就是你的智慧的力量、持戒的力量、慈悲的力量都可以，自我功德力。什么叫法力呢？刚刚我们为了要祈雨，所以大家多布施水，多供养佛，这些。对佛菩萨的供养或对众生的慈悲叫法力，布施钱啊，供养花，乃至去放生。今天很重要，今天农历十月初八，在我们中国佛教叫什么？来，放生功德日，佛陀涅槃日。今天是释迦牟尼佛入涅槃，在中国佛教叫佛陀涅槃日，所以佛陀功德圆满了，入涅槃。那今天禅门日诵叫放生功德日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同享功德。来，斯里兰卡救牛100只，西藏青海救牦牛108只，在世界各地广救各种动物。嗡阿吽，
那以这个功德融入在今天里面。所以今天佛陀的涅槃，什么叫涅槃？来，痛苦的结束。所以希望所有众生都极尽涅槃，就是不再轮回了啦。啊，不再轮回就是涅槃了。那我们大乘并不是说死掉，一颗涅槃的心叫空性，却去关怀众生的悲心。那虽然去关怀众生，但内心永远在涅槃的状态，空性的状态，极尽的状态。所以修行一定要修这两个，你也讲极尽的心，大悲不退转的心，叫修如此。请问观音菩萨内心有没有极尽？你也讲观自在菩萨，他内心平静自在，所以他才可以观世音菩萨。如果你内心乱了，你要去帮助众生就没能力。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，各位一定要让你的内心内观得自在，体悟空性。所以内观自在，外观世间苦，这就是观音菩萨。所以各位要保持涅槃的心，极静的心，特别今天佛陀的加持。那虽然我们讲极静却是放生功德路，功德在普度众生，去救生命，有形的生命，无形的生命。所以各位虽然会吃素，但是希望你多助我一点素食便当送给别人吃，好不好啊？啊，送给人家，最好是初一十五，你就送做个十个便当、十五个便当，送到有难民、有游民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很感谢你的，啊，或是我们在国外，就是台湾都是这样，在欧洲国家这样，我把钱放在那家素食餐厅，他们在外面写我们有20份免费素食，这样啊，他们就可以给20个人吃，这样啊。看他们多少钱，但是我们吃素，也希望他们也知道吃素的功德。为什么？吃一顿素，生生世世不会战争了，他不会参与那个地方。啊，布施一身药，他可以很久不用生病，要用尽各种方法。所以这三种力量再念一次来：佛力、智力、法力，三力合合，圆满一切。那佛力代表菩提心的力量。法力代表慈悲心的力量，智力代表什么力量？空性的力量，没有烦恼的力量，啊！所以，如果你内心能够在空性里面而升起菩提心，而不遗弃大悲心，这三力合合，超不超度？保证超度。那你就不要来问我师父，为什么我学排位还没超度？因为你没有用力啊！啊，你啊，这个排位是一个。像入场券一样，让他有参加法会的机会。但是呢，力量要靠着我们大家合起来的力量，特别是我们越多人，力量越大。假设这边有5个人，不是5倍了，念一下：2倍、4倍、8倍、16倍、32倍，这个叫等比增。所以又多一个人进来，又多了一倍，这样，然后合起来的力量，一起来。回向，而且今天的法会也不是光在我们美国佛宝山的法会，来随喜世界各地，今日各项修行法会功德，啊，嗡啦吽，所以各位要随时随喜，随喜，啊，这个法会办过去了，未来即将办，过去已经办了，现在在办了，未来在办了，我们内心都随喜。普贤菩萨要我们有这个广大心，随喜功德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功德来布施，来回向。好，thank you.
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1月21号星期二下午3点至6点半，新加坡关怀活动。1月25号星期六，弥勒菩萨圣诞，念定光如来，持斋除罪40劫，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倍。元始天尊万岁。上午10点，板桥悲愿寺，佛像开光，新春开始。下午6点，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，点万灯，供万水，护生济慈悲施食。联络电话02-2951-0565。1月26号星期日下午2点，台北生命道场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，联络电话02-2550-9900。1月27号星期一上午10点，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十供养暨护生法会，联络电话02-2917-8855。1月28号星期二，孙天一真人千秋，上午10点，树林菩提讲堂新春祈福法会，点万灯，供万水，暨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02-2688-5088。1月29号星期三，上午10点，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，点万灯，供万水，暨消灾法会，联络电话桃园中心03-347-7666，桃园道场03-331-0553，中里中心03-422-8806。1月30号星期四，定光古佛圣诞，藏历重日，清水祖师圣诞，上午10点半，慈悲基金会新竹分会新春祈福财神法会，联络电话新竹中心03-545-6691，缘起佛学会03-545-6692，新竹中心03-533-7368。1月31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，苗栗弘法禅院新春祈福药师法会，恭诵药师经，点万灯，供万水，十供养，暨围炉响宴，联络电话03-799-1513，03-7336-026。2月1号星期六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，持斋除罪30劫，五殿阎王圣诞，上午8点半。台中五方讲堂八观斋戒，联络电话04-2238-9987。2月2号星期日，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，玉皇上帝万寿。上午9点，